既然小五是自己人，却不暴露身份，肯定有他的理由。也许他有特殊任务需要完成。为什么呀？飞哥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我说为什么你们集合也不叫我呀？我想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集合吧。好像还真知道，刚才摔一下，把脑袋摔坏了。我发现，哎呀，大拇指也戳着，疼死了。哎，小四川，正找你呢。动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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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别动！把刀压里！谁让他们打死他？别动！别动！小苏，跟我后面去。都别动！你要是敢开枪，我就一枪毙了你！你们谁都别想走。萨苏，跟我回去。不行，不然我一枪打死他。我们比比谁的枪快。司马，如果我真死了，记得回去跟佳佳说，让他每天唱歌给我听。我们三个都知道佳佳是个哑巴，我这样说，希望司马能够明白。放心，你死不了。战友，战友。放你们走可以，但是你不许伤害我的战友。你要是敢动他一下，这辈子都不会放了。萨苏，走。队长。